因为我你又没有打进去了，你一开始就输了。太弱了，因为你打在外面，没有在竞技场里面，就算输了。嗯。我小野鸭，我蹲下来。你有对准吗？爸爸跟你说的，第一个要放在手上。修好了吗？你自己看。爸爸，你拿看看这样子。这样有修理好了吗？你没有跳跳跳。战斗陀螺，来哟！很简单。3、2、1，战斗，开始。你又输了，你都没有打进去耶。